往前，站在左手，好，方向转一下，方向。社区到场有喜事，喜迎新受政志工，资深志工排排坐，先上台的是八对夫妻党里的太座。啊，这主子抱得两岁啊两岁，抱啦这主子安得这皇帝。在家当皇帝的丈夫要重现求婚现场，单脚跪下。老夫妻都白发，此际路上相扶持，感情更紧密。要讲到师姐觉得爱你什么？爱你啊！新志工也要向资深志工奉茶道感恩，这是规划活动志工的用心。我觉得，奉茶这个很温馨，因为我们以前在大爱妈妈也跟孩子做过母亲节的活动，就是奉茶。现场有满满的温暖，也见证慈济大家庭的凝聚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明章、刘建生，高雄报道。